跟谁交换礼物？思思。没错，我们很久没有跟思思交换礼物了。这个包裹呢，就是思思 TV 寄给我们的。哇！哇！公地纸。好，巨型泡泡纸嘛，给你，给你泡泡纸。好，那这些就是你的礼物了，给你。好，我要把这些撕开了，帮我剪。放弃了，阿伟，我打爆了，阿伟，我打赢了一个坏人。好，你的手会不会痛啊？可恶！你的箱子里面还有礼物。啊？啊？什么？哇！哇！是什么呢？那个是什么？画画的吗？这些呢，就是思思送的东西，我们全部都一起放桌上好了。这里拿儿童剪刀，我要把它剪破一个洞。剪，那个正三个，我拿到了。现在打赢了，妈妈，我打赢他了。这里呢有一封信给恩恩，看他写了什么信。Hello， 恩妈跟恩恩，每次看你们的频道，又觉得很欢乐、很开心。恩恩真的很纯真可爱，也谢谢恩妈的紫蓝五胶诀、三角秘诀温奖，真的诀窍很多耶，四个暖暖，别打算买个，还有伴手礼。我没东西剪了，希望你们喜欢哦。剪完了，喜欢哦。这里还有啦，啊，哪有人那么爱剪？思思的爸爸写的哦。谢谢思思一家人的礼物，我们都好喜欢哦。我没东西剪了，为什么那么爱剪这个嘞？因为剪的真的很疗愈，那我分两半。那你说怎么会有人喜欢玩这个呢？给你。好玩吗？我打赢怪物了，还有一只要打我。哦，我的。是什么呢？我的画画的嘛。好了，看看是什么呢？哇！我们来打开，来，开封后三天内要吃完哦。为什么放在里面的就有表情？塑胶袋上有表情，嗯，中间有线哎，还蛮好吃的、啊，嗯，很好吃哦，太好吃了，太好吃了，哈哈哈！谢谢思思你们的礼物，我们也有寄礼物送给思思。那如果大家想要看我们送给思思的礼物，也可以在片尾的链接点下去哦。这个是味觉糖，来，它这个上面有日文。我来查看看这些日文到底写了什么。我们有个很厉害的软体，有些人问我说：“哎，恩妈，你的日文很好哎。”现在我们来教大家，这里有一个叫做 Google 翻译，这个界面呢，就是可以翻译各国语言。然后它这里有个拍照功能，点下去，对准拍照。白雪公主吃什么 ？A 草莓 ，B 苹果 ，C 番茄。白雪公主吃了什么 ？B 苹果。对，我们来看看答案，正确答案是 B 苹果。哦，原来他就是出一些题目问你，还蛮可爱的啊。好，我一直讲的小木偶的故事啊。我看看哈，木偶奇遇记，说谎和皮诺斯。皮诺奇鼻子怎么样了？说谎的话，鼻子会怎么样？变长。对了 ，A 更长 ，B 变大。鼻红色的。答案当然是 A 咯，我来看看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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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错，答案就是 A。变长，好，这些软软就是他们从日本的大创买的，好可爱哦，好漂亮哦，看起来真的好像哦，它可以拿掉吗？它是粘着的，好香哦，芝麻的味道，又还有。哎，
这个是慢回弹的哎，看起来好好吃哦。爆米花的吊饰，超卡哇伊的，而且史莱姆妈妈做的哦。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开箱吧。好哇、啊！这是妈妈用硼砂做的史莱姆，那我们今天就一并介绍吧。我还蛮喜欢这种颜色，颜料滴在两侧，最右边跟最左边，然后它就会变成这样有点渐层的效果。漂亮吗？漂亮。你也喜欢这颜色吗？哈哈哈哈！你喜欢这种珠珠的吗？喜欢。下课咯。喜欢恩恩，记得按订阅恩恩老师哦。